有参加歌唱比赛，出来的。对，前阵子。不是拢唱闽南语的较侪就对了。哦，因为我小时候有去比闽南语演讲比赛，因为我三代同堂，所以家里的人就会推我。台语爱讲，国语爱讲，英文老师，对他很有语言天赋。他，你会讲几国语言？对 ，three。就是 three 而已，英文、中文跟台语，中文台语。我们会讲的就比较多了，国语啦，普通话，是中文啦，中文，中文。他比较赶快，对哦，中文赶快哦，还有闽南话，都比较赶快。然后他现在要把他不一样的语言的歌声啊，把它传递到全世界，这是他未来的愿望。对，然后我其实很想，我在演艺圈里面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很希望可以跟。重量级的前辈合作，像是萧煌奇大哥、陈奕迅大哥，或者是宪哥，哇，或者你来的啦，直接哦，这个这样就对了。对到甲袂甲你想一摆，明知也无再讲，风吹草动嘛心沉重，想你三年。好，谢谢你来，谢谢宪哥，耶！挑战成功，挑战哪？哎，不是，不是要 cover 我的啦。兜圈是谁？兜圈很难，林宥嘉的歌，大哥的歌，不容易唱的歌。对对对，这首歌之前风靡演艺圈好一阵子，对，很多人在 cover 啊，真的吗？拍球哎，超拍球，我好球哟。我原先上面是三个语言，但今天我又多加入三个。哦，真的。所以他在歌里面也会加入英文的部分，闽南语把它混在一起就对了。好，看能不能超越原唱，好吧？欢迎兜圈。Grab my guitar, strummed a few chords. It's a typical night, cozy and up to the fireplace like a bell of Bovia Hall. Dale un par de vueltas, acabe por enero, pesón y sale mi mente.ここで待ってる。あなたは私の人生を変えてくれた私のそばにいてよ。瞬間だね大事ない飾るみたいな。瞬間消えそうだしだね信頼。가장마감가마태。你越彻底越把塞西瓜塞开，见鬼了下古。真最心的话要讲予你知，我惦你的目睭内看到我的存在，世事你一目才知。脚步是伴匆匆，阮就要走。最简单的代志。是咱的心内，假装无感觉无猜。你的笑，你的目屎，是我的世界。经过了遐久，真多心内话要讲予你知。我踮你的目睭内，看着我的存在，世事你一目才知。想要牵你的手，加入。两个字，惊艳，完美，对，真的惊艳，真的惊艳，怎么会唱？因为会唱歌的人很多，但让人家听到舒服的很少了。玉林哥，你舒服吗？真舒服，因为啊，这个。
的歌非常考验唱歌人的音感，对，那个对于这个 melody 的这个掌握度、节奏感各方面，对，因为哈，一刮哦，弯弯翘翘，两边安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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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一般人来唱哦，保证崩溃。而且他那个圆滑音还有那个转音呢，是让人家感觉，我觉得比林宥嘉来得好，顺，厉害的是，因为不同语言嘛，那我觉得他唱出了不同语言该有的那一种风格味道啊，就是哎，该日语听起来就很像日本人的，对啊，他好有语言天分，该台语哎就很像台语歌，然后还有法文、韩文、西班牙文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呢，我认为这个已经充分做到不可多得，不可多得。那因为比赛宗旨是要比原唱更好，我认为他以女 key 来诠释这首歌。好，是充分做到的。说用女生来诠释的话，确实是比原唱更好的一个状况。哎呦，你直接下注解了，来，嘎老师。完全同意那个玉林哥说的，就是每一个语言他都有把旋律调整到适合那个语言的旋律，都非常厉害，细腻度是非常漂亮的，很难得。那个裴威你好，嗨，现在好了，一类永涛张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嘿。我觉得不 OK 哎，啊？为什么？你点点他唱成这样，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怎么办？哦，对了，太完美了，不敢唱歌，要去当国际巨星。OK， 是不是有那个出唱片啊？我想到这个，因为我其实写一首歌要送给我父母亲，因为我跟父母亲感情很好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就是每天上学一定要视讯，一定要跟爸爸妈妈。对，然后爸妈其实都很晚了。是。然后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台北，所以我每天都会打给他们，跟他们说，要亮你的灯去啊。啊，亮你灯哦，所以有首歌叫《亮你灯》。我的歌，我即将出一首台语歌，叫《亮你灯》。哎，其实还蛮想听听看。真的。这个基本上已经不用举牌了。应该是全国。感觉会哭。连上失速列车的资格。有都没有，对，请举牌，不用上了，好，一定的，好，全数过关。我们很好奇哦，两米邓，两米邓奇，两米邓奇，两米的意思就是等一下，等等啊，对，等等，啊，你到啊，我两米邓奇，哦，我马上回去，就两米，很快的，马上要回去。情况买好不好？一定很感人。我来一段副歌，好不好？今晚你变个欢乐观，快乐地来慢慢行，找到恁的勇气啊！也过任何啥人的酒桌，以前的梦是想要予恁请呀，今晚无够啊。我甲恁听，耶！哇，你听到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感动。短短的一个乐章，你看，熊熊都哭了。老板油了，对对对。秀秀，没有，我跟他讲。太容易感动了，熊熊。我自己在写的时候也哭了。走出来，走出来。熊，没关系，我会负责的。对。什么事情？你轻柔的歌声，下次有机会可以听整首的，有音乐的，好吧？今天谢谢两位老师，机会，谢谢，好好继续加油，对不对？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。